大家好，我是刘轩。12月12号到13号，在松烟成品的表演厅，也就是这里，我们会举办一个跨界的音乐演出，名字叫做 Groove It。我会以主持人的身份为各位介绍音乐背后的故事。这次的表演呢，我们融合了很多不同的曲风，跨越了不同的年代、不同的文化。但是所有的音乐背后都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黑胶。音乐会中你可以听到非常多的经典曲目，加上现场乐手的精湛演出，整场音乐会就像是一个 mashup。这次的演出是我们特别为成品设计的，所以你只能够在这里看到。我跟问号都非常兴奋，这次有机会玩一些非常新的创意。因为我们两个都是 DJ 起家，所以整个音乐会一定少不了的就是舞曲。到了表演最后呢，整个音乐厅就会变成一场 party。So come party with us！ 12月12号到13号的松烟成品，我们用黑胶、用科技，还有很多很棒的演出者，一起来听一个跨界的音乐故事。